提到嘉义的小吃，几乎都会让人联想到鸡肉饭。即使没有来过嘉义的人，只要看到大街小巷的招牌，无不以正宗鸡肉饭号召客人。由此可见其魅力有多大。啊，鸡肉饭有两种，一种丝的，一种皮的。啊，丝的是剁啊丝啦，啊皮的是剁迄个火鸡的后腿肉，感觉较有口感啦，啊较香一点。而嘉义美食不仅这样，除了鸡肉饭之外，嘉义米糕、排骨酥以及蛙粿，都是来到这里您不容错过的美食。我蛙粿的米糕是从我的公公婆婆一放下来，已经做有四代啊，五十多年啊，啊，大家拢唔甘甜吼，爸母回来拢会来这甲阮看看哩啊咧。我的米糕甲蛙粿，佮有肉骨酥，是算在地的口味，故乡的滋味。除了品尝道地风味之外，嘉义方块酥也是您不能错过的伴手礼，口感融合了中国北方烙饼与南方酥饼，制成了一块块香脆酥、具有特色的地方饼干。感受嘉义，吃绝对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出发点。